你的女人如果这样回你信息，说明你已经不重要。回信息看似无足轻重的一件事，但却是女人内心的表达。如果女人经常用这几种方式回你消息，那么这个女人一定不爱你，你在女人心里的地位也只会越来越轻。你是否会这样回？第一种，女人经常很久才回你消息，你每次给女人发消息都得石沉大海一段时间。你每次给女人发消息，女人都很难直接回复你。不回复你，并不是因为女人在忙什么，而是因为女人根本不重视你，所以才会如此。如果女人总是这样回复你，那么这个女人你就只能放弃。第二种，女人回复你的消息总是简短的那么一两个字，虽然女人会给你回复，但女人每次的回复却可以明确地表示出对你没有兴趣。女人回复你消息也就仅仅那么一两个字，女人之所以这样回复你，也同样是因为你不重要，因为女人不想与你有什么，所以才会如此。三种，女人回复消息的时候态度会非常冰冷，虽然你看到的只是文字，但女人在文字上的表达就很容易透露出女人的冷漠。女人之所以这样冷漠，也同样是不把你放在心上的表现。你身边女人若是这样做，那么这个女人离开你的脚步也已经在加快。就算你再好，女人也不会因为你的好就多看你一眼。如果女人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回复你，那么这个女人或许并不爱你。女人对你的态度也同样决定了你在女人心中的地位。面对不爱你的女人，你也只有离开。